颈部多婆罗呢，应该说是一种非侵入性的检查，它主要检查的血管包括一个颈总动脉啊，颈内动脉和我们的椎动脉啊。它的检查目的主要是筛选出由于动脉粥样硬化斑块而有脑卒中风险的病人啊。那么我们在一般在我们的人群中呢，哪些人需要检查呢？主要是一个。有高脂血症的病人、糖尿病的病人，还有高血压病人，以及我们的一些就是说50岁以上的人群都有必要进行一个颈部血管的检查以排除就是说以预防脑卒中的风险。